入选全球百大美女的陈雨安，近期被厂商相中，担任七美寻爱 MMO 手游《御剑神州》的代言人，穿上华丽的古装拍摄最新广告，展现十足仙气。自己还蛮开心，而且很期待这次新的游戏出来。我这次自己试完了，就刚好是我这一次的一个这个造型，我是一个玄女的角色，对，然后她是一个捕食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选角色的时候，我有先选我自己最喜欢的造型，因为她这个就是比较有仙气。对，比较有灵气、有仙气的女生的感觉。《御剑神州》是隋唐演义背景的仙侠手游，看准陈雨安一古一今的扮相，剧情安排她穿越时空与男主角相遇相恋，涵盖爱情与武打，让她过足戏瘾。今天的凌晨五点开始就拍了，然后要拍到明天的凌晨五点。但是我自己觉得也蛮好玩的啦，因为其实这次的内容就是有武打的部分，然后我自己又很喜欢武打戏，所以你又可以穿上古装，很有仙气的武打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算是一种挑战吧。御剑神州拥有完整的交友功能及结婚系统，不止让玩家们在游戏中互动，也能在游戏中找到陈雨安扮相的玄女角色，与她共组家园，携手谱出一段奇缘。御剑神州里面可以找到我的 NPC， 然后可以跟自己选择的 NPC 就是共组家园啊，然后一起突破一些奇缘的任务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期待这一部分，就我蛮想要在游戏里面遇到另外一个自己。